因为我在香港做那个师奶先生应该有三年的时间了，我想去什么地方新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，那所以我尝试 busking。没有试过，我经常去看别人 busking。太多人了，没有空间，那没有开，没有时间，很忙的，没有时间给你去听你的表演，还有音乐。另外就是，如果你在一个商场，可是一个open area 去唱歌，就会有人一些鼓励。挺难的，很普通，在这里比较好很多。我在路上路过不同的人，有的朋友们会就是很欣赏你的音乐，他们会给你东西吃啊、喝啊，很warm、很窝心的。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没想到这里的收入的income是挺好的，大概是80块啊，我唱4个小时。但是就是有一个黄金的时间表现在那个 Belmore 当天 K 每个人都讲回家的话，就会停下来。那他们知道是都非常的讽刺，是我，他们都是我的 fans， 因为我有拍我的片段我的 video 在网上的话，那他们都知道我现在很安全啊，都知道我做什么事情啊，他对我有信心，那我自己也很开心。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Thank you， 谢谢。